美国职篮 NBA 丹佛金块今晚主场迎战达拉斯独行侠，一路落后的金块靠着中锋约基奇 Nikola Jokic 独秒关键时刻前倾抛射投进压哨球，中场就以100-99气走独行侠。这场比赛打完前三节，地主队以79-89落后十分，但金块不放弃，紧紧苦追，第四节剩下不到一分钟，反倒以98-97领先。但中场前最后5.8秒，独行侠新秀唐西奇 Luka Doncic 飞身灌篮，以99-98反超前，金块随即喊暂停，重新部署最后一集。暂停过后，金块发前场边线球交给约基奇，他运球切入禁区，以斜身前倾抛射闪过防守的鲍尔 White Powell， 球在哨响进破网，金块以一分之差获胜，独行侠徒呼负负。金块制胜功臣约基奇独得11分、14篮板与8助攻，米尔塞普 Paul Millsap 贡献33分，创本季个人单场得分新高。唐西奇得到独行侠最高的24分，布朗森 Jalen Brunson 20分，哈达威 Tim Hardaway Jr 17分。